搞搞笑。是大哥，这小菜儿啊，这是坏的了。啥都有，这是。今天啥都便宜，除了菜呀。就一堆人呢，又给逼，又给逼上了都。走，挤都挤都挤不进去。没有地儿了，没有地儿了，上午路上弄着了，你这哪一条路你到家生活什么地了？上你这儿来，我抽一把，来来看我一个呀，你要先有油车里头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大哥，你要过的话这我都招呼你，跟他这一模一样，走，你看那个。我说你那都16，都16。你说你好，你好，这多了这弄啊！上回都没吃成肉，不能带。啊、这次没事了，这次不行了，谢谢这次回苏州了。错了，谢我吧，大手。回苏州了，不能带了，那不行了，带到苏州不远了。我先搁这给外地位打吧。谢谢大爷。这肉挺好的。但是我这人有个毛病，从来不点赞，也不评论，没事没事。这老肥猪的，老母猪的，找拉去了，老母猪。你必须行是吧？对。啥我一个？那是合格证，大寿，那是好肉。多少钱一瓶这个？你要后排。哎，这多少钱一瓶？不给钱，这吃嘛。不给钱，给钱。直接拿去了，不行不行。拿着就不行不行不行。这是拿去吧。必须给钱，不行。必须给钱，大姐这一条不用给了，必须给，必须给，不行，你们辛辛苦苦的，起五更爬万一，这个不要钱，拿去吧，拿去吧，拿去吧，还要啥钱？一通知，拿去吧，大哥。好，谢谢啊，大哥，咱哥俩白叫大哥了。那个，我要是十一回来，得买几千块钱的。行，我不怕你买的多，我回去倒腾去。行，你倒腾，倒腾不行。小姨子、小舅子、爹妈、妹妹啊，那你多赚他点钱中。他没事儿，他贵店不买别人肉，就买你呀！哎，对，走过来买你呀！行吧，我这个春节前买的一个大肘子，前两天才吃。快去，我妈从来不怎么吃肉的人，80多岁了，吃真香。一说这肉好吃吧？好吃，超好吃。下回我不找赵本山那广告，找你做。好。210有酒壶在，你生意还能跑吗？再加上你的这种热情和你的这种接人待物的这种风格，你知道吗？哥，给我那盘手做了呗。我说的那个，你看那家也他妈的，又上哪了？没替你，你等会儿还行。对吧？还得大一缸子。不差了又了。先头500。今天几头猪啊？今天还4头。一早能卖了不？一早也还行，这都没够卖，一会儿就了了。差不多没了，不着灯，等你就了了，大哥。我这个只能看不能吃，是吧？因为你这个，哎，你拿的那个是前排后排，哪个？那叫后排，过一下后排。拿两袋子，要两袋子，拿吧，随便拿，大哥。不拿俩就够了，装东西。开车走了，我要上河南郑州去啊！去那远呢？上郑州完了回苏州了啊！等我再回来点，司机要是回来，那真得买2000块钱肉串。谢谢啊，再见，黄哥，再见。好，来给我晚上。来这个不好，这周没有外籍。28这个可以用这个啊，这个下午。走，你爱看华哥的演出啊？没事，找好一份。再给我来点那个12份。没有梅花的，先尝。我来点5份。稍等啊，那边5份。哎，稍等会儿。来点5份。哎，稍等会儿，大哥。姐也稍等会儿，马上就完事儿。啊，来点现炒吧，行吧？梅花肉没有了。啊，要多少？拿二斤。给我来2斤5块，那么欠微信收款28元。大哥，一共80，拿多少？我先给姐拉一刀，行吧？给我拉个23斤，行，拉2斤，他拉2斤，你拉23斤。我还要钱头的。行，好嘞。23，有的算钱。行，给我那一块就行。行吧。先给这大姐，完这回你了，行吧？啊，再来一刀。微信收款80元。再来一刀是吧？再来真是。再来一刀，我没法咬了。没那事儿，你保险媳妇。好了。好，70。哎呀，我想
行吧，放心吧，放心，我说给你拿。这边厚啊，我看那边。给我来一块五花来。我看那边，来一个。看那边。没有厚地方，这是精品。行，给我来点。来几斤？来二三斤。烧烤上没上？这肉都一流肉，大哥你看看厚厚不？再来多少钱？来个也二三斤假肉馅，一个假肉馅。前天我来就让我今天来吗？就咱们就稍微等一会儿。多少钱？一共一百一。我那啥，我来一块儿，要这块儿那块儿。我孩子爸说要这个。从这儿来一溜。这还是他爸的。他说这个。从这儿来一溜。行，好嘞。一百一十三，要这些是吧？你都应该要这最好的。肥呗，这么肥呀、啊？这种不肥，他他妈这种还肥。我在这不要你牛要这。我就那块有点肥，给我来这块吧，要这块。OK。我们吃的瘦，这块。我那块要了吧？一起收款113元。哎，好嘞，八十。前桥不，我来一百块钱。八十。等会儿姐，稍等一会儿啊，马上。那个，我先给这个。哎，这里到了啊，对，这大姐三斤是吧？这里到了，来一个，这里到了，你给我来一百块钱呗，你快点给我剃了吧，这腰本身就长，你看时间太长了。都给你，都给你，浪姐，你先等会儿，我给你提跟这一个猪的，行吗？行吧，行。那没有，没法啊。有，等一会儿就中了，跟你一个猪的，我还给你这部位。珍宝大帐80元。好，好，哎哎，好了，几斤？好。是梅花肉啊，你得他得下一刀，这刀给人家没替你根本就没替。妹子给60，要一个肘子。好嘞，妹子。你说3斤多呀？三斤多，对，60啊。带骨头是不带骨头？不带骨头。不带骨头。你不让替一个肘子吗？那带骨头。你要带骨头就多了。带骨头多少？带骨头5厘斤。啊，5、6斤，多少斤？带骨头15，去骨的16。包括姐，一起收款。猪肝子啥样的？这个肉剩下的没有啊？卖了，卖了。好，这就抓着皮蛋，来吧，来吧。面等着吃去。好。妹子，你要前上后上，你的前上我知道，我给你留着。妹子，刚才这个来一半。啊？来这边，这边。哎。对了，该这大姐，嗯，该这大姐。车呀，上头上，上头上，没头的，没头的，哪一个？肉啊，不是给你剃的吗？大姐，哪一个？不是，我剃了，这边上的皮肉弄下来。五花肉别弄皮去。肉，我这没样。你炸酱吗？炸酱搁这不都肥的？我剩下我炖肉的。哦，那中。那不是皮吧？我就是。你把那块肉给我拿过来。来，刚扔这个，是这个吧？小刚新鲜新鲜的，好不？上面炒菜，第二顿吃。不，关键你要啥我不知道，是吧？我这给一百，要这个。那个行，就那个。哪个？这个啊，行。我大15块钱的。15块钱的。好嘞，给我妹子添个肉啊。没事。不给你，今天没工，再休息。100厘米，你都说差你几毛钱要不？肉皮没有。收你，要哪一个？拿15块钱的。给你了。这个。这个。从这边搞。好，15块钱的不到一斤肉。对呀。好，你给15。要带要不去骨头啥？给我一半。一个不？一刀吧。真的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一刀打下来，这一刀我行，一个不，这个给完了100块钱就完了啊！让他看看，让他看看，不用看，不用看，妹子，不用看，我看，我听着了，我总买这么肉，看着吧，这好看吗？骗你的，你是没看出来，这肘子好。哥跟你说，这有包筒子。一起收款6元，给我50。过来了。好，给你搁这了。要啥，妹子？我没要啥。是这个，你快给我拿去！给你拿着重，他重出油。哎呀，这也是我的吗？拿这排骨给我吧。哪个？这盆不能给。50元。吃饭呀？排骨，快赢了，来。这排骨是给我的吗？哎哎，这个给这大姐。完事下个。哎，给我来个后排。
孩子，我要钱，都快点儿，我都四十，我都腿都长麻了。你后排，我马上。吃不干肉，赶紧走了。啊，是这个腰排，是这个，啊、对，好嘞，姐，我给您腰着排骨，好，176斤，啊，176，不是这大姐的，您得等会儿。我都等一个多小时了，你这才没多长时间。不，你等多长时间也得排人后边啊，姐。排那边先来半个小时。你比他来，那你说错了。那边我上了一个线了，那边我排三十个，那边这俩一样。这边太肥了，这俩一样，七斤呗。这活肉，这活肉不肥，这是大猪肉，大哥。这是大猪肉，这个炖菜肉皮吗？肉皮吗？176元，60。对，送人不送钱少，钱少剃完骨头磨叽，知道不？太亏了。这个排骨不你的吗？这哪要后排的？我要的钱，你要前排，我要后排。哎，这个不是给你吗？是吧，大姐？你就别着急了，完我跟我妹提，你要前排是吧？我要这样的都行，前排后排都行，快点就行。多吃俩啊，多吃俩。就这个肉好看。你不送人吗？你瞅着哥给你剃完了。这一块的别来的。来一个，这一大块20来斤。你要这一大块多吧？多不？多哥给你去一刀。排骨没有了。哎，把那块顺便给我剁了，完就再腰啊。那尾骨没剁，没剃。你先剃呀、啊，马上就剃。妈，你等一会儿。不是孩子，家这不行。不，你们关键是忒着急。妹子，哥给你续好了。我等时间太长了。我6点多来到现在了，你说。那不没给钱的吗？给完了。给完了。啊，那这是200，你刨去55就行了。行吧。啊。好家伙，中啊！腰啊，我一块给你。你给肉给搁装上。姐，我比你还着急，说心里话。一起收款145元。啊，你给我压了，给我做。大姐不着急，着急吧。行。哎，28，你这啊，23。行，28，我可等不了。那还得等。对。243呢。啊，行，我做了。大姐，你不要这刀，要下一刀是吧？这刀你要。我给你拿开，你看，你要我就给你，行吗？叫这刀不？哪的好啊？你要是突一瘦这刀好。来这个。啊，这刀瘦。哎，腰子。好。他不要我要。够不这些？够了。肘子还要一个吧？肘子不要。你家不爱吃肘子是吧？我家爱吃棒骨。啊，对，给100块钱。给我现钱的。哎，我扫不过去。来。里脊相当快。是凉拌。过去了啊！来，给我腰吧，梅花肉。好。要100块钱的，要100块钱的，你这有多算的？这一条行吗？你一条都便宜，一条300里几的，这不是，我这过去了啊。好，这刀怎样啊？我看看这刀怎样啊？这刀啊，相当好。我看看，相当好。那面我看看，这边你更鲜。你这腰子，这是梅花，这不。120，哎，稍等会儿，那100过去了啊，那100，好，这100装上吧，啊，那给我腰吧，这给你，大姨稍等是吧？肥的全剃呀，得忒多那也是，要一刀当腰的，哎，剩下的给我，100过来了，我看着呢，啊，这是咱大姐呀，我说公务庄的好大姐，李大姐要完剩下的给我，给我来一刀。你也20啊？120元。好，再给您。咕噜咕噜，没想没这肉没给人装的。大姐丢一嘎子，把那肉给我来。大姐来这里的。我说把那肉我来一嘎子啊。哎行，大姐100不够。我这都扫都扫过去了啊。好，132给130中吧。多一斤的肉。那你把他留一块，你把那30块钱给我。那给他留一块，我就要一点。因为啊，因为你这肉好不多，我再给他研究。不是我要不了这么多，正好我今天要的少。纯梅花肉，你从这儿来，你从这儿给我拿一刀得了。这个给我，这给你了。不是，这肘子多钱一斤？我给你弄着中了。这个你要，啊，这85。这肘子多钱一斤呢？这肘子16。